技术人员集合完毕，请您蓄势。 姓名、职务，报告阁下，第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小队长小野龙一。你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？率领部队驻扎清风镇。为什么驻扎清风镇？报告，不清楚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你们大家都不清楚吗？ 那我问你，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如此繁茂？报告，这棵大树的根系十分发达，有充足的养分输送给它。很好的回答，非常准确。在场的诸位，就像这棵大树伸出去的根脉，有了你们，大日本皇军 就可以决定掌控在汤城周边的每一寸土地，这土地上的风吹草动就会及时的传达到我和小泽君的耳中。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养分都会及时的输送汇集起来，变成大日本皇军的军费和给养，都仰仗各位的精忠效力。拜托了。 前面这棵树呢？小心！大小姐，这小鬼子和狗汉奸到底要干啥？ 分兵驻扎，控制汤城周边各县各镇。你咋知道的？小鬼子又不可能只占领汤城，他们会把触角延伸到周边各县各镇，这样就能把汤城彻底掌握在自己手里了。妈呀！你干啥呢你？不是，管他们哪，跟他又没关系啊。那咱现在是去沈阳还是去关内啊？谁跟你说我要走了？不走啊？那去哪儿？ 金家高又不留你，汤城又回不去，咱总不能在深山老林里当野人吧？我想去清风寨，找雷城啊！我想说服雷城，让他带着弟兄们跟咱打鬼子去。不合适，怎么不合适了？雷城他也是一条好汉，他又不是没打过鬼子。再说了，他还说给咱留两把交椅呢。雷城是个土匪，那是胡子。他说的话能信呢？就算他让咱们留下了，哎，他手底下那些人能服咱俩？花火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汤城的。 金家不是不信我吗？啊！金喜宝不是容不下我吗？对呀、啊，哼，我还就非不信姑奶奶我离开咱们金家沟那一亩三分地儿，我照样种庄稼。那咱就种，听姑奶奶的。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。好，撤！撤！撤！ 当家的，我打探清楚了，有大批鬼子分兵驻扎各县各镇。你看清楚了？我才盘子还能不放心啊！现在清风镇、黑山镇、赤山县城、左岭子，哎，这么说吧，只要是有人有大吉的地方，就有鬼子驻扎。原来那些不着调的柳子、当街的混混，
地方的恶霸，现在全当了汉奸。骂了个巴子的，这帮没骨头的贱种。你继续打他去，快去。是。看来呀，这小鬼子是想在唐城扎根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咱不能管。啥？咱们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相安不是得。大叔，你这是心里话？那咋不是心里话呢？得了吧，啊，爸还不了解你啊？你把这清风寨的弟兄们看得比亲兄弟还亲呢，俺就不信你能咽下他这口气儿。成子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说句实话，我做梦都想为同彪报这个仇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咱们现在留的就这些人，在家门口搂草打兔子行吗？这个日本人现在收了那么多汉奸，这气势大增了。你这仗怎么打呀？忍忍吧。忍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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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子都快给忍死了啊！睡觉。喝点酒，不喝。站住！啊！干啥的？哎呀妈！啥玩意儿？干啥的？新来的吧？我们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？你呀，回去跟你们当家的说一声，说来熟人了。还他妈挺横，报个号！大小姐，给他报个号。去告诉你们大当家的杨凯南、黄二虎前来拜山。在这等着，这就去。你快着点啊！当家的，嚷嚷啥？嚷嚷啥？红了屁股了？来人拜山了。啥人？熟人。你他妈把舌头给我捋直了再说话。谁啊？黄二虎。杨杨凯南。啊，老子今天总算是有一件开心的事了啊。快去啊，告诉弟兄们赶快把大门给我撕开了，还有迎接贵客。好嘞，走吧。俺妹子来了。凯南妹子，二虎兄弟，哎呀，大当家的，大哥，妹子有礼了。哎呀，行了啊，还跟哥整着没用呢。哎呀，天天盼着你俩来啊啊，赶快跟哥回山寨喝酒去。哎、不是不是，那啥，那盘里给我带着，我有用。好吗？哎，来呀，一路咋来的？咋来的？咋来的就来了。